大的力气吗？大概不是很大，因为他那天宫里边专门有一个大的天宫里边，那时候就用天宫的了。对，一推开，推开了，天宫二号的舱门打开了。你像这种，最好是手扶着一点，然后慢慢的、很均匀的这种这种漂浮。这样如果速度快，像刚才这样，就是撞到舱壁。现在动摇可以就和地面保持通信联系了，那么动两就可以把它摘了。两个人是密切协同。对，你看现在这不已经是两号机长，从那个飞船已经到了。飞船二号收到北京发送的进站联系。天宫二号的第一张全家福，同步的去工作去动作。